起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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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的了，媳妇儿？什么咋回事啊？咋的了？你给我咋回事？不啊，怎么咋回事啊？咋的了？你给我咋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咋的了？不知道吗？咋的了？出啥事儿了？这是啊，咋的了？别说话了，磕碜了。什么玩意儿磕碜呢？咋的了？这都开了。 我他妈呀！我真老四，你有病啊你呀！你疯了你呀！让我死了！不是你干什么？这是咋的？咋的了？媳妇儿，咋的了？我这个啊！庆红，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啊？咋的了？这是问谁呢？问我出啥事儿了？啊？多会装。 装多好，你俩呀，不当演员呐，瞎那材料了。不是这庸啥整的了，是不是？你爸，你家六能，老怀了。啊，这多大岁数了？啊，这多大型号啊？我啥呀？不是庆红啊，听我解释啊。我啥也帮，我睡着了，我不知道啥时候没过去吗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这别说了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不是，我不想跟你发这个庆红啊，我啥也别说了，我白给你好嘞，拉倒吧，你下楼给我看一眼，拉倒，我啥别说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媳妇儿，我忘刚才看，不是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吧正看电视节目。 我要上江西，这功夫吧，秘密就出来了。我吧就看直眼，看着看着就困了，就一觉就蒙过去了，就睡着。撒谎都不会撒，看见秘密你能睡觉啊？豆娘，秘密啥没要啊？撒谎是不是？啊，困啥？回家吗？啊，家爸妈出门看你不知道吗？你那困急眼了，还撒门不门的？还撒谎？撒谎是吧？媳妇儿，老四。 你听清楚没？他搁那嘎看电视，你非得逼着我说让我陪着来看电视，不你让我来陪着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可别说了，我让你陪着看电视，不让你陪着睡觉啊！我跟你说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这是啊？你是不是想逼我说我跟刘能有事了？是不是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好，你不是让我说吗？我跟他就有事了，来。 亲俩，有事儿了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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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事儿了，